Bye. Pagi, good morning. Tak ada. Cantik-cantik. Hai Moka Moka. Orang Melayu ke? You kok? Oh. Asal. Hai Kevin. Hai, hai, hai. Orang Chinese ah? 华人哦，你是华人啊？我以为你是马人。 对，Chinese。 哦，你 kata sebelah ada Melayu tu lah。嗯，tak perlu。Cantik madam。Okay， apa maksud？Siapa ada ketik？ Apa maksud？ 五分钟，五分钟哦，开 live 五分钟嘛。五分钟过后，现在没有病人，还没有病人。5分钟就关了。Makan ke belum? Dah. Morning. Good morning. 早安. Hi. 早安，早安. Dah sampai dekat Kelantan. Saya dah ambil dah semalam. Yes. Hari Jumaat aku pergi ke tak? How are you? I'm fine. We work in hospital. Jaan. Ni macam apa lemah? Ni mami ni dah ke? Malam pukul 6 sampai jelas. Pukul 8 malam sampai jalan. Pukul 10 sampai jalan. Sekejap je pun. Ni mawa semua. Chen Wen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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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 Selamat pagi, amat cantik. Boleh minta Facebook adik? Sini kah? Sini kah? Adik ni ke? Hello, 你好啊.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Sarawak. 对咯，其实不知道。 人家不喜欢护士直播，5分钟罢了，5分钟过后就关了，不要骂我呀。Aduh, kenapa gigi aku sakit? Sebab nampak dahnya. Oh, 真的是白衣天使咯，没有啦，白衣 angel。 Sorry. Selamat pagi. Salah ya. Cuya gen guo hou fang ya tao. Sama isi o? Inggris atau guo yu ma? Ini wo du su do si yung guo yu atau inggris. Wo bu da ming bai yu. Hua yu. Jis bu ming bu dong ha de hua yu de ming zi. 对呀，我没有在有病人的时候直播啊，不要骂我呀。
现在真的没有病人了，你看，完全没病人，医生也还没来。我趁这个时间上来一下子罢了。阿布杜，我是浪达。对，我不知道。哇哇哇 ，Peter Liu， 自慰是吗？太自慰。然后就 ，No， 我是哈嘎哈嘎。Salam ya, Pak Siang Sebelah. I love you, Mami. Hai, ni hao. Okay. 我是关丹的某一个角落，不可以透露医院，等一下我被骂。啊对， do you want me see them to you?病了找我没有用啊，我不看病耶。没有人爱啦，走散。啊，哈甘宁，我是哈甘宁。Morning。哦，做工，但是没有病人，所以在等病人来。嗯，没事做，我已经准备好了。病人来了才有工作咯。哎，这我要拔牙。你要拔什么牙齿？我帮你拔了完。没有那么严重啊，干嘛流鼻血哦？我们这里是小诊所，关单的一个 clinic 咯，小 clinic， 所以轻松吧。如果在大医院就忙一点咯。你地敷牙齿不啦？嗯，安得安得。嘿嘿，我被照顾人了，不能这样说话了，鼓励病人来。什么意思？来洗牙，洗牙没有什么啊。正常人半年都要洗一次牙齿的哦。出生用嘟噜，连嘟那叮哦。出生用嘟噜，牙齿不拉嘟，连嘟那叮哦。哟，给满耶，声音满，声音对。Doctor Lee 的朋友，哎，你看的 Doctor Lee，Doctor Lee Ivan 呢？嗯 ，Doctor Ivan Lee 跟 Lee Ivan。Lee Ivan。Doctor Lee Ivan 个。哎，这个李一文，这个李一文的朋友啊，没有啦，哪里有音字哦？不要乱说话。我不是槟城人，我在槟城读书，我只是被派来关丹实习。我是沙拉瓦人，那你们就不要爆我的料啦，我就不要。不讲个个多多，嗯嗯，不讲啦。哪个位？哪个位？哪个位？你有个谁？你看这个那不木大 ，OK， 叫什么来着？你到我这是慢了。咦，这是什么了？比例。没有啦，开玩笑。今天还心情不好。好啊，你帮我洗啦。这边给来。不会不会不会，越洗越薄的牙齿洗牙，只是把你的牙齿啊那些牙刷刷不掉、洗不干净的洗掉罢了，就用机器洗哦。哇，你们猜有几岁？关丹的医院哦，护士妹妹可以吗？我不要姐姐，姐姐好老、哦，帽子歪了。啊，这个都要 makeup 的，啊这个，
这样子。啊，对，都闭下不拉门。这么大 OK 啊，你。这里边有人。他肚子痛。护士妹妹。水枪是还是用磨石去磨的？什么意思啊？不明白。不能不跟那打，不能在关单的某一个角落，不可以透露一眼啊。我怕被骂。Nombor telefon 999. 因为我在绑牙部门，它是跟 appointment 的 appointment 8:30哦，最早8:30，所以现在还没有开始哦，所以就 relax 一点啦。微信号啊，我微信是那么的 Facebook mini， 又有，好了，拜拜，要关了，所以讲对才有那五个 Facebook mini 的，不是给我那个到是那么的 Facebook mini， 因为还没有病人，就想留久一点点，991。不然我也没有事做，都是坐在这里等病人来。做护士妹妹最印象最深刻的经历，进手术室哦。我1月跟2月是在 oral surgery。大哥，你打的被生人啊？没有病人，病人没来。Ini macam keluar macam ni dekat phone. Tak tahu tempat suka geli. Saya ada nampak macam ada ular. Saya harap jadi pesakit di sana. Okay. 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病人来吧。等病人来，戴一个口罩，穿一个膏，就可以开始啦。可是没病人来。I got Melbourne. Wow. So wow, far. Melbourne. Wow. Hi, Sylvan. 没有啦，为什么追我？因为我要跑啊。医生有追你吗？我懒得跑啊，不要追我啦。那个嘎嘎也是美丽，他的嘎嘎的真的。干嘛呢？哪里？啊 ，low battery。干嘛都是。三个二个真的是不行。啊，绑牙啊，千二哦，千二之前是可以分期还，可能每一次来你还300样，现在开始不能了，一次过要还千二。千二算千二啊，1238好像是忘了总数大概啦。千二如果没有算你牙套那些落了啊，你的 bracket off 啊什么啊，都要自己再还钱啦。bracket 绑牙的东西咯。会
在追你了。小孩子三岁呀、啊。刚刚第一个答案不对，这个也不答不对了。太早拔牙，三岁应该是不可以的，通常都是要等的。因为为什么要拔牙呢？牙齿坏了啊？Cuentan horas y que son las bañas free. Good. Vos sos fuerte en la free. Además, se da también. No money, ok. No budget. 好便宜，当然了，私人的好像要3000到4000。政府的便宜，可是它的 waiting list 很满，已经排到明年了。牙痛找我也没有用啊，我在绑牙部门，我下个月才回到补牙。什么东西？怎么讲？通常几岁要开始排期？你是说绑牙吗？排期啊，就来检查，去普通医院检查的，然后你们跟他讲你要绑牙，如果真的 OK。他就会转去绑牙的部门。对啊，是政府医院的。晚上好，现在早上999啊，我的电话号码。14岁可以，有可以的绑牙。14岁的话，可以是自己就可以去普通的牙科，先从普通的牙科。我用我自己的牙搭，没有 WiFi。14岁可以绑牙的，可是到了通常政府医院，他不收18岁以上，都是在学生那样子的，而且是收比较严重的牙齿不整齐的。嗨，怎么？我没有在古晋医院了，我也想回古晋啊，绑我的心啊！可以啊，可以啊，小孩子通常都要去检查的啊，好像有期的吧？他是不是有一本书的？我每次都有看粉红色书的，没有错了。每定6个月还是半年，我忘了，不好意思哦。要去检查了。没有，医生还没来，说因为没有病人。Yeah, I hope so. I want to go back to Kuching because that is my hometown. I angry. 因为我还没，我还不是学，我还是学生，所以没有线。对呀，通常我在这里，人家都以为我不是华人。
Dia tak mari. Eh. Nanti lambat juga. Kenapa lah sakit kan hari ni? Makan lagi hilang hujung. Passion sudah mengurangkan kesakitan kalau. No, mayo passion. Hi. 请问洗牙要用什么 brand 的清洁剂？你是说牙膏啊？什么清洁剂？没人啊，整间医院没人啊，好闲啊。哎，你们又懂我充着电来直播了？刚刚忘了，因为刚没有电。当然不会分心啊，可是现在没有病人，所以很闲哦。我刚刚说上五分钟，到现在没有下。楼啊，没有啦，都没有啦，20分钟啦，很快耶。一点，连那，那样不念都不得服，连那不跟他玩。我帮你问了啊。You ask her yourself. 我叫今天有点憔悴。睡不够啊，昨晚迟睡哦。不对，我感觉。你们黑眼圈很深啊。绑牙有便宜吗？1200啊，总数不只是1200啦，大概是1200，1200-3多啦，应该。可是不包括你在期间有落了牙套啊，还是什么东西，那些都要另外还钱的。你当年问了一个答，啊？他讲不知道。Ini no sudah kawin confirm. Belum. 哎，我昨晚没有去唱歌啊，昨晚去吃 steamboat 跟朋友。25 minutes sudah. OK.30分钟告诉我，没有啦，为什么是我粉丝？我没有粉丝啊。最便宜是多少？没有，又不是我开的，不是我的医院啊。昨晚看你直播，没有是吗？那是之前吧？你看一下日期，那个应该不是我，还是你认错人？我直播是在 Steamboat。古晋喇沙，古晋的锅捞面我就很想念了。30 minutes 苏大哥 ，no patient。Sitiawan， 什么来的？
你们吃过古晋的锅烙面吗？沙拉瓦的锅烙面了。这边有沙拉瓦人吗？有没有同乡？那不打，为什么病人没来哦？病人没来，我又等下迟来，我又要慢，午餐时间又一拖到。早安啊！做宣传，宣传什么？沙瓦有？没有啦，拔牙为什么会有 offer？ 我没有在宣传牙科，我只是单纯的要上直播罢了。也得个哈，啊啊，也得个哈。我哪里得你 Jesse？ 打打单个。而且我又不是在自己的医院，我没有要做宣传的，我没有宣传牙齿的。有啊有啊，后面的牌不能用。因为真的很咸啊。估计也都不在等啊。不发觉。两百的刀的吧？我个人发的。嗯，干。两百。好啦，五分钟啦，五分钟超过很多啦，拜拜，下次再见吧，拜拜，跟我讲拜拜吧，我呀，假期才有回去哦，没有假期没有得回，我也想回家，拜拜拜 ，see you。